因为今天也是素颜。你们喜欢素颜的样子？真怪。晚安，晚上好呀！啊，对吼，我要用特效，突然忘记了，找一个好看的。好久没跟了，哼！你昨天没有来，被哦抓到，抓到！我昨天晚上12点左右吗？追了一个电影，你们应该有很多人会有看过吧？那个叫什么、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我昨天半夜在看，然后就是有些，就是他把它当作喜剧片来看，就是有些地方会就是哈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又很感动，就是我哭了2次，哈哈哈，挺好看的。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感觉蛮真实的感觉，就是感觉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吗？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只是他把它浮夸化了，然后就是他有些地方。认真的地方会觉得好像还蛮符合现在会发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啊，哈哈，超好笑，就是他有些地方会比较认真，他不是全喜剧片，他不是全，但是他大部分他有点像是，就是你们有些有人看过爱情公寓吧，我觉得他跟爱情公寓有点类型有点相似嘛，就是会感觉比较无厘头的剧情，对，但是偶尔又会穿插一些就是很真性情，所以会有点，就是一不小心你可能笑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戳中个点，然后就哭了。我觉得挺好看啦，我自己觉得挺好看。爱上快乐呜呜哒哒哒。欸，我想问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那个什么《我所看见的世界》，是吗？我看一下，我今天吗？今天早上刷到，就是虾皮有在卖耶，《我所看见》《我所看见的未来》，我以为这本书会很贵，结果好像比我想象中的便宜。我在想要不要买来看，但我怕我没时间。就是我听过这一本书，然后就是很好奇，很想买来看。有人看过吗？而且我一直说，老高说过那一本，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看看。然后我说我之前有看过《饥饿游戏》嘛，然后我一直想要看续集，然后我朋友就说可以借我，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我没有跟他在借续集，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我借了会不会看完，所以我在思考，8月够我看完一本书吗？我要跟我朋友先借《饥饿游戏》来看吗？你还记得之前的剧情吗？《饥饿游戏》吗？记得。我也很想看哈利波特的书，因为其实我没看过哈利波特，就是我都是听大家讲而已。然后我也有听说，就是哈利波特的话，就是有看过书的人都比较喜欢书，就是因为书会比较有遐想空间嘛。可是我觉得哈利波特好长哦，感觉就是看不完的。
可是我好想看哦，怎么办？好烦哦。有没有可以？我真的很想学会速读哎，不是有些人会速读吗？这样是一页就看超快那一种，到底怎么做到的？我需要速读的能力，还有语言天分。吃饱了吗？两大碗应该够我消化。然后看解看那个吗？电影解析吗？但不太一样哎，就是像我在看《黑镜》之前也是看电影解析，但是我不知道哎，就是自己看的感觉跟电影解析的观点可能会不一样，或是你还会更一些更详细的内容，你才会更清楚。我比较想要自己去看，但是真的好。好想看，黑色 T 恤很配吗？这一件是我之前在海南岛买的，海南岛的某个男装店买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五年前嘛，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读装进，然后装进很流行穿那种宽松大 T 恤，然后那时候可能那边没有流行这种事情吧，我不知道。然后我就特别去到那个海南的一个男装店里面，就说哦，这个衣服就是我写，就是有那个年代最新潮的潮流，就是他们都会选那种破洞啊，然后大 T， 就是那种就是会有一张照片的，或是一些就是那种破烂风吗？然后还有一些吊这种，这是什么、啊？就是吊着的这个，那时候很流行这种东西，然后就是那一件这一件结合了那个时候流行的所有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要找的衣服，然后我就买了。然后那时候店员一直以为我是要买给男生的，然后我就我也没有讲什么，反正就买了。然后就到现在五年了，六年，应该有六年了，六年吗？3、3、4、5、6，哎，有六年了。结束了被妈妈骂吗？没有哎、欸。没有哎、欸，我可以爆妈妈的料吗？我今天早上起床是被妈妈的皮崩醒的，噗噗噗，然后我就醒了。我还记得，我要妈妈进来，我要跟她讲，我要跟她讲，我今天被你崩醒了，真的啦。然后就很大声哦，连续三声嘛，我记得三声。然后我就哈，然后我就下意识的往另外一个方向转过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味道，但是我应该贴了墙了吧，直接就是离最远的距离了。妈妈在外面，她不知道我在讲，超好笑，出卖妈妈。是有，我不知道哎、欸、啊，它这里还有一根，超多根的，它有三根，这个，然后这里有破洞，然后这个也是那种破烂风，然后有一个啊，它这里也是破烂风，这里也是破，这不是我剪的，这是它本来就长这样的，这是之前我们高中很流行，然后我就在海南买了。他那个店员很认真，以为我要买给男生，然后我就，但我不知道什么，他袖子没有做破烂风，但是这是有点小性感吧？我觉得有点小性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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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早安。早安，这个挺赞的，而且它蛮耐穿的。它应该是我当初回去之后买的衣服当中唯一会一直在穿的。其他都长什么样子啊？其他都很小朋友风，而且其他小朋友风是妈妈挑的衣服，因为不是妈妈带我去的服装店，然后那间服装店好像价钱也不便宜。但是他的风格就是很国小生吗？
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现在不太会，但我还留着，就是如果我没衣服穿的话，我还是会穿，但是我平常要打扮的话，我应该是不会穿它。小安，不透气的那种，所以他这里才要剪洞给我透气啊。他这里在剪洞给我透气，还有这里，他是来剪洞透气的，聪明吧？我觉得不透气应该是这个吧，这种一般有这种东西的都不透气，就是他们都是一片的，一片的。我已经大概想好，之后会有生日T吧，明年应该会有生日T吧，因为我已经想好明后年跟大后年的图案了。但是我会有吗？我已经算设计好吗？每年都有吧。后年，大后，对，我都有想法了。其实我在第一次设计圣诞T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两年的都设计好了，就是我把我两个想设计的都先画出来了，但后面我选择了兔子，因为另外一个设计的没有那么完整。谢谢中影的真爱钥匙。然后呢，但是我只有先把草图画好，就是他们还要一些档案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看到要交那个档案，然后我就还没有做，就是我没有做电子档，我只有画在卫生纸上，我把图案画在卫生纸上，然后夹在我的那个证件夹里面。对，现在应该还在吧，因为有两年的图案。谢谢果果续费。然后我就是比预定的交稿时间还要再晚了，然后呢，我就是姐姐跟我提醒完之后，我马上借张雨林的那个平板，然后画了电子档传，所以有点马虎的就过完了我第一年的圣诞题。就是因为你画的草图跟你要交的稿不太可能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我就觉得我画的不好，然后我画了很多次，然后也改了很多次，然后到最后，而且我是到后面才知道我们的图案是印刷的。我本来是想要用那种就是有点像手刷感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会有晕染的感觉，那种喷漆啊晕染的那种，但是我们是印刷的，所以没有办法做出那种效果。然后我也是那个时候交稿我才知道我是印刷的，所以呢我后面就是弄了下了很多功夫，但是跟我整个设计出来的跟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但是我现在知道它是印刷的，所以我应该可以趁现在还有很久时间可以先设计好卫生纸，因为那时候当下有灵感，就当下没有东西，就是顺手抽了卫生纸画。它不会破，我把它照顾得很好。我有宣传啊，只是审核的时间 delay 了。热印转是啥？我在哪里？我在家里。谢谢秋翔的玫瑰。喷墨的话，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意思。但是，哈，我不知道想象起来白色的。看起来很阳春吗？还是很
吉利的感觉。谢谢朱里恩，我不想用白色的，我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我用兔子这个图案，我就用桃红色的衣服。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劝我改掉底色，不是叫我改，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疯狂在想我的兔子要改什么颜色，然后他们大家都想要让我改衣服的颜色，因为他们觉得我衣服的颜色选另外一个的话，可能效果会比较好看。但是我就是已经下定决心，我的衣服就是要用桃红色了，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谢谢廷瑞的闪光星星，你放暑假哦？对啊，我大学生了，我可以放的暑假比较长。另外一个是什么？明年有的话就知道了，但是应该会改良蛮多的，但是基底是一样的东西啦，只是我应该会改良。全世界只有你能让我穿桃红色出门。我有想到我明年的圣诞 T 颜色还没有想好，但是我已经想了大后年圣诞 T 的颜色，大后年的可能是湖水绿或是什么水蓝色之类的，但可能是湖水绿，但湖水绿，不一定，反正就是类似这种颜色吧，可能会突然不一样，大跳了。我大后年的衣服是为了我妈妈设计的嘛，就是我想要以她为理念。对，我只能说到这样。如果有以后的圣诞 T 的话，如果可能大后年，我就是那当下就问妈妈想要什么颜色的衣服，如果她说什么大红色，那就变成大红色这样。未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心血来潮会自己去做自己的 T 恤吧，就是不是 TP 出的圣诞 T。 我这样想了几件啊，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我想做的主题现在目前有四个，有底子了。如果真的都有圣诞 T 的话，其实好像第五年的圣诞 T 也有想法，但是那个比较特别一点，不知道能不能执行。但是，对，反正如果有的话，应该会蛮有趣的，会很有趣。要卖的话现在就可以做啊，但是我现在没有心血来潮。我很常做事都要心血来潮，就是要有那个 feel 的时候才会比较有冲劲。我朋友也很爱做 T 恤，他一堆很奇怪的衣服，超好笑的，就是他自己的崩崩脸照之类的，他不是大脸皮，他是自己的崩脸图，然后自己用，自己当睡衣穿，超好笑。然后有时候去住他家，然后我朋友都会说，就随便丢一件他的那个丑丑衣给我，然后我就要背着他的丑脸睡觉，穿着他的丑脸睡觉。噔噔噔，我痘痘还没好，我早安，这是心灵特辑。我想了心扉，看牙医了，哈？什么看牙医了？你要去看牙医吗？
哎呦，孩子把我刘海吹开。谢谢谢谢哈士奇肉排的千纸鹤。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今天的痰爆多哎，我今天吓到人家。我今天直接爆痰，超可怕的。You are my superstar， 真的是21岁的老人，想被吓？感冒吗？就是因为我去年确诊之后，就是到现在都还是早上起床。跟睡觉洗澡，就是睡觉前洗澡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痰了。然后我今天中午吃很辣很辣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加重了我的痰。然后我今天就超多痰，超可怕的，然后直接吓死，超级像老人家。更好的办法，我真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会卡卡的，就是我是真的有痰的人欸，但是就是我以前不会，我确诊之后就是洗澡的时候跟我早上起床刷牙都会超多痰的，超可怕的。然后我就想说这应该不是永久的吧，这是永久的吗？我要从20岁开始就要有这个那个肺部问题，这是肺部问题吗？它就是会卡在这里，然后就会有一直会有痰出来，超可怕的。怎么样治好？我是要去看医生吗？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然后有时候说话或唱歌的时候，会某一个段落突然就会听得出来很哑，就是会有一种痰卡在里面，或是声音哑哑的感觉。要看什么医生？是要看什么？可是都已经一年了，要一年了。You are my superstar。可是检查了会好吗？我听说要吃枇杷，不知道欸。耳鼻喉科吗？可是我这样一年嘞，这样子来得及吗？这样来得及吗？我都已经这样的状况一年了，因为我身边的人他们都没有后遗症啊，为什么只有我有？而且我妈是感染给我的人，她连确诊的时候都没有症状，然后现在也没有后遗症。我那时候确诊有吃过化痰的药，为什么那时候就没好？开药试试看，去耳鼻喉科吗？去耳鼻喉科吗？还是去中药？中医？谢谢 Cake， 你什么时候来的？他在讲日文吗 ？SHE 讲日文哦。偷来梅鸠，你那个梅鸠自来，谢谢分享，晚安呐、啊。要睡了吗？要来一首晚安，晚安，有什么晚安之歌吗？谢谢落日仪笑笑的玫瑰，真美丽新世界，晚上好呀。晚安曲是什么？
宝宝睡，乖乖睡。哎，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幼儿园老师唱那个《虎姑婆之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幼稚园就是要睡午觉的时候，老师都会唱《虎姑婆之歌》，就是说什么，爱哭的孩子不要哭，他会咬你的小指头。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然后我那时候都睡不着，但是我为了不要被咬，就会硬把眼睛这样闭上。为什么要唱？为什么中午要唱《虎姑婆之歌》给小朋友听？就说你要好好睡觉哦，你不好好睡觉，他就会被吃掉哦，这样会有阴影吧，小朋友。啊，好久好久，怎么唱？有《虎姑婆之歌》吗？好虎姑婆在好久好久的故事是吗？不会唱。妈妈告诉我，我小时候我中午都睡不着，然后可是我为了不要被咬，就要紧闭我的眼睛。谢谢 Gek。我没有猫的手手，但我有这个手手。哎，他们唱得很欢乐哎，你知道我们幼稚园唱的是什么？再好，他怎么唱？我看他的音。好久好，他是怎么唱？好久好久的故事，是妈妈告诉我。反正就是他们都会唱得很可怕，然后我就不敢睡。他很欢乐哎，虎姑婆，我的孩子不要哭，他会咬你的小耳朵。不睡的孩子赶快睡，他会咬你的小指头。闭双眼，你平颈肩，平颈肩是谁？我不知道哎，但是小朋友都会怕这种东西吧。而且像我们家有一个那个 CD 片，是在讲白雪公主的故事，然后一些像恐怖片的电影。他们都会有一些叫制造惊悚的那种音效，然后那个白雪公主的 CD 就是为了要呈现那个坏皇后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物，就会她出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就是音乐越来越重的那种音效，然后就比较可怕一点。然后我小时候超害怕，然后我因为我很喜欢听白雪公主的故事，但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个恐怖的人要出来的那个音乐，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要听，然后妈妈就会晚上播那个 CD 给我，然后每次听到那个片段，我都会被惊醒，就算我快睡着，我也会被惊醒。我不知道什么，我晚上要听那个睡觉，超好笑。睡着咯，我会唱《妹妹妹的洋娃娃》恐怖版，想听吗？我需要放给你们听吗？但应该不太能吧。这个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之前第一次听的时候，好像在国中的时候，就是有个就是好像那时候好像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有就是我们有一群小朋友，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好可怕好可怕，然后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姐姐就说这才没有可怕嘞，我给你看真正的可怕的是什么，然后就播了那个恐怖版的《妹妹背的洋娃娃》。然后我没有被吓到，但我有傻眼，我想说，竟然有这种东西！但我那时候没有被吓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害怕这种东西了。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去看樱花。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的小鸟笑哈哈。娃娃为什么哭呢？
是不是想起了妈妈的话？哇哇哇哇，不要再哭啦，有什么心事就对我说吧。从前我也有个家，还有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是恐怖版的，但我们要唱后面，后面有点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的受惊吓程度。要怎么唱？从前我也有个家，还有亲爱的爸爸爸爸妈妈。有天爸爸喝醉了，哒啦哒啦哒，走向妈妈。爸爸爸爸，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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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歌词不太雅观。哒哒，然后啊，爸爸叫哎，哒哒哒哒哒，到床底下。他的眼睛还望着我呢，爸爸爸爸，求我帮帮他。然后嘞，我们吧嗒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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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嗒，然后啊，爸爸嗒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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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洋娃娃。差不多是这样，恐怖版的。我怕有小朋友不太合宜。哒哒哒哒，你们应该有听过的就会知道了。这个算好简单，这少儿不宜。有什么好听的歌呢？最近华语歌有什么？这是什么歌？听这首好了。在学校夜读的时候会听这首歌，你说什么歌？妹妹背着洋娃娃吗？少儿不宜，那少童呢？少童可以啦，但少童应该会怕，感觉少童会怕，少童蛮胆小的。中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流行版的三只小猪哎！哇哦！那你们看过那个吗？卖火柴的小女孩。嗨嗨！小童很胆小。他，我不知道啦，反正我的印象中他很胆小。谁会夜读的时候听妹妹背的洋娃娃？你好怪哦，你是怪人哎，你喜欢这一种的哦。你是怪人，干嘛？谢谢 Gag， 谢谢啦。你干嘛？好怪哦！我自从上次那个电玩展遇到 Gag， 我就对这个人改观了。我一直以为 Gag 是不会穿桃红色衣服的人。
我那时候傻眼，我想说这是哪一个人，就是那叫什么宣传，然后给他的衣服之类的。哈，好怪哦，还是不太符合我对你的形象哎。我没办法，我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个设定。好好笑哦，我要花一些时间去适应一下，这不是我认识的。你的形象应该就是一个很有那种会震慑别人的那种气场的精髓。我不知道我的脑海里是这种。我们之间的情谊，问号，没有，就是有气势，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是吗？那叫什么？就是有一种村长感，村长就是那种村长感，震慑。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哎，就是有一种，啊，里长，我不知道，就是村长感，有一种，然后又感觉很难相处，然后呢，可是又很就是。感觉就是那种金水中的保镖，就是要专门保护燕子而存在的那种感觉。我们之间的情谊，我不知道哎，就是感觉很难相处的人。就是那种凶凶派派的感觉。还是遇见你，海豚放歌里保护燕子，对，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肉排跟 Gek， 你们两个关系匪浅哦，感觉是不是有点什么？多少天真，所以什么？你是她老公？虽然看起来很凶，但是心思细的爱不鬼。啊，有她哭的照片吗？这样都被发现。请问谁是那叫什么？南方一号，谁是南方零号？肉排跟 Gek 明天要去登记结婚。我们这个，有喜饼吗？我可以认领喜饼吗？可以，我能接受这个设定。可以。太喜欢了，而且我又刚好看完。关于我和，我忘记他的片名好长哦。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这那件事，那看一下。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我一直以为，我一直误会耶，我就是，其实我会去看这部剧，是因为我以为黑嘉嘉有演，我很喜欢黑嘉嘉，我觉得她超可爱的，就是她每次她串场的剧，我都觉得就是她很就是我会被她的魅力吸引，然后
后呢，结果我后面去查，发现他演的是那个《不良执念清除师》，但我没有看过，我一直以为这是同一部剧，然后我就去看了。结果我想说，为什么都已经要结束了，黑佳佳还没去？谢 Blanco 的缘分相遇。捏脸会那个票价是不是应该要变高？换一张捏脸，然后不能碰手，因为我的妆会脱掉啊，不行。懂的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上环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
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发站的时间要来，我可以拍照吗？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这样好像刚拔完智齿哦，我的智齿还没拔哎，我上面没有长智齿，我下面长了各一颗，但它还没长出来，所以没有，所以。现在券都已售完，没了，怎么可能？我的嘞，我的还没有售完的部分吧。带这个吗？就是别人在拍手，别人在握手，我在旁边拍手，这样，直接大家讲话都听不到，会被骂。谢谢保罗的扫把，序号没了。那就现场看了呗。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那些坚持却永远抹不掉，请容许我小小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上完那里散步好吗？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远方。好，你分开进来。欸，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买的挺值得的，它还可以当瘦脸神器对吧？它这样可以瘦脸吧？它沾到我的唇膏了，它的手变红红的，它被打手掌心了。先干净了吧？干净了。添加真露成分。会瘦脸吗？我不知道哎，感觉会啊，我心理作用。把瘦往上推就有瘦脸了吧？不就是要往上推吗？谢谢 Gek， 谢谢你啦。你在解任务吗？不行哎，我没办法接受。我没办法接受 Gek 这个设定，我需要一点时间。你看起来人太好了，这不是我心目中的你。哈，但下巴尖至少看得出有脸，有下巴。爱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的喜欢。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好，他的外表就像蜡笔小新的园长。对吧？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在我心目中，你就像园长一样有地位的存在，是团队里的老大般的存在。
你认真吗？海军上将，园长比较，园长有卷毛。哎 ，Gek 是卷毛吗 ？Gek 不是卷毛吧？你要留卷毛吗？要戴墨镜，戴墨镜可能可怕，没有人敢惹你。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那你要穿那个吗？黄黑格子西装，园长是这样穿的吧？然后你要烫个卷毛，然后。我的握手会，你要特别也要有握手会，穿那种握手会衣服。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唱什么呢？失恶夫脸部润泽系列，百分百超能修复力。看起来好丑啊，像一个鸭子哦。哇，真的很像刚拔完智齿。刚拔完智齿，我之后拔智齿会是长这样吗？然后嘴巴闭不起来。
渔翁得利，得鬼画符，很会取名字。在犹豫退缩，相爱就赶快，最后惊喜中还要更多，比多更多。Three more, four more， 随便听的很棒，我要忍了很久很久。Three more, two more， 还要更多，比多更多。不要让我溜走，还是你女朋友。谢谢哈士奇肉排的戳戳你，谢谢北极熊什么鼠的缘分相遇。我以前很喜欢女团，但是台湾做女团感觉都很难红哎。为什么啊？比多更多，最后紧要关头，不要让我溜走，女朋友。他嘴巴会动。长得很像公鸡，好可惜哦，我很喜欢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很棒，就是是我会喜欢的。说不出一句甜蜜的话来听，你聪明的眼睛，你的所有的神经，却看出我心情到底美丽还是不美丽，到底是爱情让你爱不归零，还是你不够用心，我又不是需要深究探索的人类课题，只需要关心而已。好像扁苹果，哦哦哦，从头顶掉落，哦哦哦，敲开你的壳，哦哦哦，让你突然开窍，终于知道你要好好听我，哦哦哦，无条件为我，哦哦哦，无敌信任我，哦哦哦。无法无天宠我，是不想情绪生病，用草跑，因为末日要来临，我是叫你走开，不过是闹闹脾气，想念的话你要懂得分方向处理，到底是爱情让你爱 Q 归零，还是你不够用心。之后要都开两天吗？之后都要开两天吗？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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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窍终于知道你要乖乖听我，哦哦哦哦哦哦，无敌先让我，哦哦哦，无法无天宠我。你猜，给你们猜。甜的味道将来不是口，哦哦哦，谢谢小小屁，哦哦哦，你的镁光灯，哦哦哦，无法再宠我。你们很多时间是不是？
太幸福了吧。哦哦哦，开箱终于知道你要乖乖听我，无条件为我，无极限让我，哦哦哦，无法无天成我。你在加班辛苦了，干巴爹，干巴爹捏 you so scoy you stay good you excellent 你们要去约会哦？什么意思？日复一日，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CP 的，我在团里面都还没有 CP， 你们要组 CP 了。用心、用心、耐心，等等等等，要加油打气，任性。Oh baby， honey， 爱上你的星星，耐心、贴心。所以我有 CP 吗？我第一个 CP 是谁？加油打气的任性 Oh baby Honey 用心心贴心任性的香气融化了我的心。那 CP 不是要有 CP 名吗？那我们的 CP 名是什么？通通还强调只是好朋友，超好笑哎！少彤应该只想和栗子组 CP， 他会害羞，他会很害羞，他就是一个很吵很吵的人。然后呢，只要见到栗子，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会变得很安静。玫瑰同林眼，这是我们的 CP 名吗？好彩哦，超彩耶！听起来好像有三四十岁至少。安妞，你跟燕子是什么关系？姐姐跟妹妹的关系。当我看见这件破衫的上，哎，盖加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我爱的是姐姐，将我的公主远去，那件令人刺激的声音。
丁，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有肉，一说一笑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在攻击，自卑的心理思念来，戴上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学华语，莫名其妙学华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学华语，莫名其妙学华语，不如下当天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崩盘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顾虑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有和四期的成员组 CP 的想法吗？哈？哈？像骑士的忠贞，不畏惧邪恶的眼神，这过程，因为他们发现你，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保护着我，让我心疼。骑士们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这样，强悍的骑士撑到最后，骄傲的公主要回家，珍重再出发。骑士的忠贞，不畏惧邪恶的眼神，这过程，一直放在我心里，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心疼，嗡嗡比较适合我，我喜欢嗡嗡。跪下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向右对我说：“我来的，徐吉吉，将离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越容易受一向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在攻击，自卑的心理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沙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前一直的主意。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这是谁的红包？谢谢你的红包，这是 Gek 吗？哇哦，谢谢，我抢到15个耶！谢谢，谢谢，谢谢老大。哦，你是院不是村长吗？像骑士的忠贞，不畏惧邪恶的眼神。OK， 你说那个吗？那个吗？那个游戏的那个吗？超好笑，欧卡！骄傲的公主要回家，珍重再出发。像骑士的忠贞，不畏惧邪恶的眼神，这过程，心里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保护着我，让我心疼。欧卡有颜，可以选颜色，对不对？欧卡是今天的欧卡是桃红色的，好好笑哦，好好笑哦，欧卡，欧米加，欧卡，谢谢。有像有像，好好笑哦，我觉得可以。你忘不了，我也忘不了。你要握手会要变桃红色欧卡。社会的玻璃窗装饰着歌的是教堂，谁谁谁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18世纪的油画像在放，仅仅是傻在想，你的浪漫在看，是否感觉都一样？啊啊 ，face off， 啊啊 ，face off，yeah，so so sorry，so so so morning，I know you， 等等 ，you know you， 我站在头摇把地心摸摇，倒在他头走，说他是什么？我醒来后，我一切都没有。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
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乌拉格的广场，无人的走廊，我一个人跳着舞旋转，那群人远远隐藏，没有我你真的不习惯。旋转跳跃那个诶，那个电影里面有这一段超好笑的。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小太钢管舞，我超喜欢那一段。有想再看，再想，再啊啊飞索啊啊飞索 ，yep so so sorry so so so， 哎咻，哎咻，萌型来好我，哎、欸，亲爱豆豆妹，哎、欸，我的耳朵好通畅哦，我的耳朵好通畅哦。乌拉格黄昏的广场，我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乌拉格的广场，无人的走廊，晚上好。旋转，那裙摆在美岸隐藏，没有我你穿的不习惯，习惯。肯定不是你，灵魂歌姬，好好笑、哦。这是我朋友的主题曲。他是这样吗？还是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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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水透露你的芳味，香味消失在那河边。深夜流星勾引月圆，梦中面我跳过什么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冒险开演。还要喝醉哦。大世界像一只蟹，鲜艳的刺是我的识别。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搬来的间谍。完美的乌龟，冰冻全场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盲点。完美的乌龟，气氛拿捏最会，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尖叫划破漫长黑夜，香水透露你的芳味，香味消失在那河边。深夜流星勾引月圆，我掉过什么缘，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冒险开演。大世界像一只蟹，鲜艳的刺是我的识别。我爱谁也不爱谁，
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间谍。完美的 OJ， 冰冻全场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盲点。完美的 OJ， 气氛拿捏最会，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有时借着拦截自卑，借烟借爱线借浮浅。爱情有时借着再借失恋，借烟借永远被逐渐。说爱你吗？我很常唱哎、我会纳入我的考量。完美的 OJ， 冰冻全场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盲点。完美的 OJ， 气氛拿捏最会，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完美的 OJ， 穿过暖暖氛围，我们走进爱情不归。完美的 OJ， 只能说高中结，凡尔赛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怎么这么录啊？就是还有什么歌？我想看一下。蔡依林有什么歌？你是认真想听日不落？唱哎、蔡 Jolin Jolin 蔡 Under side 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我之前很喜欢他有一首歌叫做什么煞蓝奸细偷窥你，你们听过吗？杨丞琳我发现我很常会点林的歌，杨丞琳、蔡依林、王心凌，我超喜欢这首歌的。这首歌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船桨划破海洋还要近，幻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但也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科学家全都无法去分析。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就让你看天一起一座森林。就算是很幸福，也不要太快相信，还不要太快揭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秘密。唱不上去。哪一个是玲玲的歌？这一首吗？偷窥你。哪一首？我知道这是自虐的游戏，你随时可能离去，你眼神那么确定。也不敢太快去相信，还不要太快揭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秘密。我现在唱不上去嘞，我以前唱得上去。隔着这美丽的间隙，坚决太快揭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秘密。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先别说爱，先别说爱，就让我爱着你。潺潺水去，安全宣扬的猫咪，我把自由送给你。
出声音，听是走进你的栅栏，栅栅栏，圈住自己，你的栅栏，圈住自己。好难哦，先别说了。谢谢欧比王。用 Google Play 游戏在电脑上玩全新。男生的歌我也可以。男生的歌，男生的歌，男生的歌，你可以比如一首吗？比如。那个啊，喜剧之王啊，可以啊，喜剧之王。你不行，我要先唱这首，我很喜欢这种歌。这种歌算什么？这种歌算什么啊？有只脚，有只脚，只脚麻利麻利麻利的蚂蚁，爱上马路对面的查理。西查理查理查理是只猫，天天在想河里的鱼，只是一条毛路的距离，可怜马里走不过去，眺望着查理，谁怀着鱼，马路上每一辆车各奔东西，每一个人想走到哪里，有没有目的，要不要目的，就像蚂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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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气，看见查理又搬来新邻居，茉莉茉莉茉莉多好听，都让查理忘了吃鱼，还美不美丽，这首歌好难哦。每生有日落，人来有人往，马里太奇特，才发现到处都是风景。你们听过这首歌吗？田馥甄的歌哎，谢谢 Hold In 的数码相机，多虾力，这是馥甄前辈的歌。
有很熟，不是很熟，这算是冷门歌吗？中的天使，魔鬼中的天使也蛮高的，但是我好像太低的歌我唱不下去，太高的歌我也唱不上去，就是一个很难搞的人。这是中文版吗？当星空看向海唱低的给你听，想要听低的歌吗？这里有一首，它歌词在哪？歌词，歌词。和歌，哎，唱的是和歌套，和套。眼泪突然被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电感觉，不信你问你紧张。我本身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可不是的的的，面具很少。哦，找到了。却耐得住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我伤得断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普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分手的那一秒，我疯狂往海里跑，跑海边。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很无聊？你那森林的雨是口咆哮，廉价小说那一套，小说那。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伤得断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普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喜欢慢歌，我比较喜欢有调调，就是有一种节奏的歌，但不能太快。都活在电影里面，每一天都活在小说里面，每一天都活在 K 歌里面，每一天都活在 MV 里面。这世界本来就是场真人秀表演，实在难避免。不揭开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伤得断章，我哭得夸张，只为了红旗。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好耳熟哦。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好耳熟哦，这是什么歌啊？哦，你说我只会唱副歌哎。未来会怎样是担保证呢？可是我只会唱副歌哎。是真的，不要听了，上次听过了，不要听了。我不在家里。女生版，这应该是最后一首歌哦，大家。就在往雨中的路上。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下次来听 By Two 好了，我好喜欢 By Two， 我也超喜欢 By Two 的。我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啊，他的歌词是什么？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这首超高的，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你提醒我要念榜了，差点要忘记。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没气了。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我只播了半小时，我什么时候只播了半小时？看一下，哎，这个，冷冷的空气，我哪有19:30开播？1万个雨滴的距离，很彻底，让爱消失无息。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定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清晰，你的湿气像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能一直延续。我没看到红包，为什么要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发红包？谢谢，但是我是不是啊？等一下啦，哎，我抢到嘞！谢谢 Holy。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念榜咯。一二三四五，谢谢第五名的钟颖，谢谢钟颖，谢谢第四名的侯宇，谢谢侯宇，谢谢第三名的 kidney 是这样念吗？谢谢你没有追踪我，这是谁？谢谢来捧场了吗？谢谢第二名的哈士奇肉排，谢谢哈士奇肉排，谢谢第一名哈士奇肉排的老公 Gek， 谢谢 Gek， 谢谢那个欧卡。谢谢欧卡，我们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见喽，拜拜，拜拜，拜拜，撒尤那拉，再次相会的日文怎么讲？再次相会的日文有没有空耳？可以有两个老公啊，喂啊，对后还有公演呢，要公演嘞，我的痘痘还没消哎，我的痘痘怎么办？我痘痘死定了 ，Oh my god， 马大。